订阅、点赞、多多留言。哇！哇，朋友们！哇哇哇！真的好快！小凯文，这个跟冰面上面做的那个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两倍啊，两倍！等一下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害怕，我害怕！艾丽是不是害怕？我真的害怕！艾丽是害怕呢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个呢是艾丽要做的雪橇，哒哒。好，说起雪橇呢，艾丽可以说是专业的，相当专业了。坐上去之后，把两脚朝上，这样。小凯文也准备完成。哇，要出发了，朋友们！哇哇，真的很好玩呐！哇，我要出发了吗？哇啊啊啊！天哪！等一下，我害怕呀！等一下，我怎么办？凯莉，快乐一家。很好，很好。哇，朋友们，就是坐雪橇下来之后呢，不用走着上去的。噔噔噔，哇，这样拉着雪橇上去就可以了。好嘞，那小凯文，好。小心点上去哦，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耶、yeah ，这个真的很好，不用走着上去。小凯文再见、啊。小凯文上去了，朋友们。谢谢。我上去了。那现在到艾丽了，跟刚才一样坐上去。这样坐好。朋友们再见，再见。哈哈哈。这个真的很舒服呢。可以这样躺着上去，那艾莉先睡一觉啦，再见。